大家好，这里是最美能手，我是渊渊。这个小家伙咱们也带到咱们当地的宠物医院去看了嘛，医生就是说他应该是脊椎这里断了，而不是腿那里。今天呢给郑院长打个电话，咱们再确定一下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要是能看的话呢，还是想尽量的给他看一下。哎，崔院长，我给你看一下哈，就这一个，他应该就是，你看他的腿，我们这边看说的是脊椎骨，应该是就是这片的事儿，好像。不是说它一下不能走，就是拖的一下不能动了，因为这条狗它比较瘦。突然这样的话，这是好长时间了。这个我也说不清，因为这个也不是咱自己弄的，人家我是带回来没有两天。最后都拍张片子了。对。并没有出现问题。那最好去拍张片子呀。行好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这个后续治疗。关键也看不出来呀，咱这边医生判定就是说是他脊椎断了，也就是屁股根儿连着腿的，说的那个有个叫什么十字花的那种骨头，我也他说的也怪专业的，我也听不懂。别给我拍片子看，但是估计他也懂，如果没有解决的话，愈后都不是很好，不是很理想。哦，那你意思是他现在？就是拍片子最好是确认一下，但是就是说，照这样看的话，情况不是太理想。对，情况没想到，你让他恢复，能站起来吗？行。那手放质量不是很高。他现在几乎都不太动。只有就是说怪急的情况下他能起来跳两下。饮食第一天来，第一天看他不太吃，现在吧还行。刚开始以为他神经有问题了，那可能是太激动了，不认识他，就是有点激动的吃不进去。今天看的话呢还行，吃东西还可以。行，那陈院长，那再商量一下吧，行吗？因为，喂，好嘞，陈院长，明天忙。好嘞，我挂了哈。刚才也给陈院长把这个小家伙的情况给陈院长沟通了一下。陈院长的意思是，就说。想看的特别透的话，想把这个病情看透，最好是给他拍个片子，确认一下他到底是脊椎哪里断掉的。但是最后陈院长也说了嘛，治疗的意义不大，因为他说让我刚才捏一下这个小家伙的掌心，使劲捏，刚才我也捏了嘛，照他说的去做了，这个毛孩子他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就说。不是很理想吧？还有就是，你要说就这样放弃了吧，就感觉这小家伙太可怜了。因为怎么说呢，给他看吧，但是也不一定能看好。但是如果说不给他看的话，他就是说从今以后就只能静静的看了，因为他是从脊椎下面。他还不是像平安或者启月断了一条腿还能行动还能走一下，这个小家伙他就是从此以后就只
脊椎断的话，给他做手术，一个就是说手术费非常的昂贵，还有一点就是怕越治越厉害，现在也挺纠结的，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好。不看吧，有点儿觉得不忍心；看了吧，到时候就怕看不好，而且还得花费一大部分的这个一大笔的费用。再给陈院长商量一下吧，再给陈院长打个电话，再确认一下吧。再问问他，应该找些事情吧？我看他一直舔我手呢。我将来给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你上面那些火腿肠都是我给他弄剥的吃的。哦，现在吃东西还行，对吧？还行，还行。第一天以为他神经有问题，其实他可能是太激动了，或者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吧？对。现在来看的话，还行还行，就是身上脏，你看一身的泥。对了，去洗个澡吧，先。先给洗。我觉得可难受了。我觉得可难受了，都是泥。你看他这个都是一块一块的，他也不是屎啊。真的泥。就是不是你说尿了拉了弄去也说不定也有，真太难受了我。先给他洗个，咱这洗不了，这是挺冷的这个天。咱这跟钢针一样，天。那这个你你想这两天是什么天气的，这是都雨天都一个劲的，他搁地上那摸爬滚打的都是。那不然他带他还是去那个去那洗吧，咱这不管这挺冷了。是的，要洗。这个真受不了了，他不知道哪天天那温度能上来，你不觉得他可难受了？真可难受，你说说，你说说，嗯，都硬邦邦的了。行，走，走，走，带他去洗洗。走，走，给你洗洗澡去。味儿可大了的。又臭又那个尿。走。本来都害怕，我今天我都不知道洗澡怎么样了，对，也不知道弄那个不熟悉了。